第四场啦，啊，即系话潘顿骑只高大威猛都交到啊，但跑第四有奖金啦，系咪？二号、三号、一号、七号，如果我又买唔切嘅，即系我系好渣嘅，我啲资讯好差嘅，我唔知道冇呢个二重彩卖，想买咁样不接受咁，咁开炮啦，真系啊！不过我都系中意。一路讲，一路睇，一路讲，讲低佢。有时我俾啲朋友了解一下我啊，我点样，点解会赢，点解会输？我有啲同学一齐赌马嘅。咁啊，而家呢个嗱最讲赛绩咧就一二三号嘅。系一号点解好呢？一号有榜减，佢入个 Q 两次落地，上次跑第二，咁啊所有即系有。取勝高的可能性，那些變數都在那裡，即是近賽好，有賽績，有榜減，他就是這隻馬，上，隔晚 3.6， 現在 3.9， 挺好的。二號仔呢，負面就是因為陪潘頓而已，潘頓這輪低潮，他就一次第一，三次第二，就三次落地，就上名多過落地，入 Q 多過落地，那就七號咪就七磅，佢就133磅，其实佢系重磅嗰只一号，七磅咁咯。好运宝宝咧就系一次第二，一次第三，一次落地又系上名多过落地。郭能好手气啊，呢轮咁啊一二三。另外一只咧就叫13号啊，点解今日主持人会拣佢攞嚟做胆嘅咧？佢嘅 tips 指数系50几倍嘅。隔晚都有，隔晚都7倍，咁而家咧就冷翻少少，13号而家都9倍，啊点解会咁嘅咧？吓，嗰呢只马13号咧都赢过呢个路程嘅，一次第一，两次第三，两次落地，都系上名多过落地嘅呢只巴道骑，巴道骑一档，啊巴道骑一档跑1400。啊，生生性性咧，十二号都系好嘅。十二号嘅 tips 指数系99倍嘅，佢而家23倍。如果落阿飞就最好啦。点解咧？嗱，佢赢过一次、两次入 Q， 两次第二、四次第三，咁又系上名多过落地嘅，落第5次，上一次仲跑第4添，即系呢啲系。有近期賽績支持，上次有16倍波件事，咁而家配咗個蔡明兆都有22倍，其實呢一馬都，如果你想搏下冷門咧，12号係都幾好玩嘅。咁呢場，咦？潘頓哥落飛喎，好少見喎呢輪。二號啦，如果你想買潘頓發威啊，贏馬，咁就。一号、二号啦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啊，搏翻只13咁啦，一二三十三啦，其他仲有啲咩马？初跑似情嗰啲五号仔咧就五号仔其实都系冷门嚟嘅喎 ，tips 指数99嘅，而家得17倍。初跑此程，上次第三薛恩，而家梁家俊跑，哇！如果佢积极啲，不如搏下冷门啦。1、2、5、13啦，不如鬼要嘅三啊，有得即系好运宝宝国能，系咩？一系1、2、3，一系1、2、5、13咁啦。睇飛啊！如果要睇飛啊，睇埋呢個六格仔先啦。
嗱，我买潘顿哥啊呢场二号仔四倍，睇今日积极啊，积极啲。即系话输俾只仁和嘉兴，佢都应该系交晒佢应该有嘅，应该有嘅嘅功夫出嚟啦。而家六格仔咧就四号，一号四号系有格嘅。四号是什么来的？叫有得精彩。四号买有得精彩就是。好多买啊，好多评委人贴他，不过他现在就冷了一点。贴士指数是十几十一倍咁样。十三号落飞啊，十三号仔就是。貼士指數57倍，隔晚都有10倍，即是背持啊！如果你用投資角度嚟講嚇，貼士指數同實際賠率背持啊！四班千四米嘅三支頭瓜，落飛嘅馬就有得精彩啦。四號，另外十三幾多落，兩隻馬都分別著咗綠燈。看一些貼士指數啊，俾大家分享一下，我成日擺喺個電腦嗰度咧，即係俾大家睇下啦。呢、這個貼士指數係咁樣啊，好似生生性性啦，喜多樂啦，同埋只五號啊嗰啲咁咧，就叫有背馳嘅現象啊。呢、這個唔係睇馬嘅，啲睇飛嘅呢啲啊。講馬好賽績就一二三啦，二三一咁啦。長期買啲賽績好嘅馬咧，即係你唔會話贏好多錢啦，但係唔會輸好多錢嘅啫。即係而且有錢收嘅次數係會高啲嘅。我听下啲主持人 call 码啦，有得精彩，三生好运。咁啊，另外三号码嘅好运宝宝咧，呢只马都未入嘅，入剩呢三只二三四，先嚟睇睇四号码有得精彩，入闸顺利，剩翻一对马交俾闸前。闸前十号仔都有六格仔啊！赛事四班千四大热，暂时显示系一黄旗举起。好，你一跳出嚟，是必飞飞稍慢喎。前面快嘅马，中间好运宝宝啦，领宝峰啦，中档位置三生好运啊，内栏喜多乐啊，仲有坚有料啊。外边走上去嘅马有劲力十足灰马咧，仲有的爱自保大爱当，仲系有得精彩啊。后多浸嘅马啦，咁啊先见到有赤马红峰啦，尾五富全大师，尾四浅蓝帽咧，内栏嗰只系圣贤啊。后边三只火旺圣马啦，尾二黑衫是必飞飞啦，再后边嘅马咧就生生性性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湾啊，前面放头嘅马系。领宝峰啊，跟住第二位系的爱自保啦，内栏第三仲有坚有料啊，第四位就劲力十足，出边有得精彩啊，第六位咧咁啊仲有呢只紫色眼罩好运宝宝啦，内栏第七喜多乐啊，再后边嘅话仲有三生好运啊，后啲先嗰啲圣贤内栏尾五浅蓝衫嘅，中间富全大师攞出去嘅马有赤马红峰啦，最出嗰边仲有只生生性性啊，转正翻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就系呢只领宝峰斗紧的爱自保啊，咁啊见到咧中间上紧嚟嘅马有好运宝。宝啦，马林中间追咧，仲系喜多乐啊！外边上紧嚟嘅马就三生好运啊，最初咧仲有只生生性性啊，兜到嚟最后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马咧就三生好运啊，外边冚上嚟啦，有事必飞飞啦，最初仲有只生生性性啦，入边上紧嚟仲有圣。哇，潘顿哥，你真系叻啦！你就算赢唔到我都满意啦。嗱，二号，又系。终点前赶过到啊，外边位置仲有只事必飞飞，中间咧就三生好运啊。咁啊，結果最後五十仲係三生好運佔先，但係外邊黑衫事必飛飛追緊，入邊聖賢亦都上埋嚟，第四名咧就生生性性。一號聖賢終點前斜出嚟喎，咁啊左邊嗰只十一號一波都贏嘅，第二名就六號啦，咁啊事必飛飛史卓峰，第三名二號喎，咁啊三。唉，潘頓哥你真係都幾好啦，我冇乜苛求啊，你都係咁啊年紀係咪啊？佢跑到咁樣我都叫做。OK 啊，你走位啊！佢啊黑啊，呢轮黑啊，佢真系。咁但系真系冇位啊，最后啊夹住咗。
生生性性嘅，真系前面多块马又追得好啊！好多马抢喎，起步成群马喺度，有得精彩，早段骑都唔够快，出咗去。即系争几磅啊，好紧要嘅，一个130几磅，系咪啊？你同一个我睇下直镜，我一阵一二几磅嘅周俊乐跑，咁你输少少咁冇办法啦，真系呢场。一号、六号、二号、十二号站零零千。即系呢场即系输钱，即系如果买咗 Q 嗰啲咧，买咗一二 Q 啊嗰啲咧，输咗俾阿六号仔咧就。大热门嘅胜言咧，冇办法啦，事必非非。即系稍后啦吓，个赛后报告。紫卓峰下啦，因为都有啲咁多阻到人嘅。起步比較慢了，就是那隻事必非非，另外生生性性火旺性馬都是留住跑的，前面就成堆馬走，分別綠色馬、大白鼻梁的領舞風快，灰馬的愛智寶也走。